当我数到三的时候，你又想一个你生命中比较重要的一个人的名字。OK， 现在开始，一二三。现在脑海里没有一个人的名字。有。目前没有人知道他想的是谁，对吧？你可以想任何人。稍微近一点。三个字。对。一位男士。有可能是你的家人，你的哥哥或者弟弟，没关系。但我数到三，你又说出你刚才你想那个人的名字。 OK 吗？我说出。对对对，一二三。楚志森。楚志森，他是您的男朋友。男朋友是吗？我去，太厉害吧呀。哪想的呀。我去，楚志森他现在在哪里？他现在在郑州。送给你。谢谢。你会读心术吗？会一点。